为什么周杰伦的《兰亭序》听了那么多年还是经久不衰呢？你看他的右手啊，基本上可以弹这三个音保持不动，只变化左手的低音就能弹唱了。兰亭临帖，新书入信云流水，很简单吧？月下门推，星稀如你脚步碎。啊，右手只做了一丁点的小变化，只变化左手，其实就改变了这个和声的性质，听觉上是不是也很丝滑呢？往后继续啊，忙不迭，千年被拖，却难脱你的美，真几绝，真心能给谁？目的很醉，黄酒小菜有几碟，可以丰富一点了，你看，夕阳余晖。这就是即兴弹唱啊！关注悦耳，跟着小辉老师学到更多弹唱技巧，也可以来学我的课哟。拜拜。